郁达夫是我国新闻学史上的著名作家。1896年12月生于浙江省富阳县。1945年8月29日在印尼的苏门答腊被日本帝国主义宪兵杀害，年仅49岁。这样，你坐车，我来拉。先生，别说笑话了。嗨，真的。我为什么不能拉你？我们是平等的。好嘞。先生，请上去吧。我不坐了，我跟着你走。哎哎，就在前面不远了，走吧。停下，停下！哎，好嘞，就是这里。好嘞，好嘞。先生，我来。我来。又不用找了，于先生来了。多谢，多谢。我来。收来的多少钱？不要你管，你不用了，我还不是可以卖吗？来，好啊。如果你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啊，白天出门去，这块盖板也能上锁的。就连我这留洋回来的穷学生也不值一文钱呢。将来呀，你会发迹的。但愿如此，托您老人家的福了。我还给你准备蚊香。要喝茶有开水，要洗什么东西用热水的话，你就说一声啊。
当心。多谢局长。对不起，我是今朝才搬来的，以后要请你多照应。一天能挣多少钱？生意好嘛，挣个块二半毛钱。生意不好，只有三四毛钱。那你一家有几口人呢？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共有五口人。张奶奶，太热了，您好早啊！哎，这个好大。那你能养活他们吗？哎，哪能呢？来碗馄饨。啊，来了。下面有人注视我们，把灯关掉。干什么的？半夜出来遛马路。我患有失眠症，夜里睡不着，就在前面弄堂里住，所以出来走走。把头举起来。看样子你是个读书人，快回去吧。大伯，哎，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？说不上了。留国东洋，肚子里有学问，看样子倒是个正派人。昨晚上啊，我等了你大半夜。实在对不起，我和朋友谈到12点，唯恐回来打扰你们。你等一等啊。这个程阳辉，这个呢当笔筒。谢谢你老伯，想得真周到。上午你还出去吗？我要睡觉。啊，你把门关好啊。好，听一下楼下的动静啊。好的老伯。哎，好。
是是吧是。中午啊，我回来一次，来敲门，没有敲醒你。我呀，就在外边吃了。对不起，我睡得太死了。下工了，下工了，这包是葡萄煎面包，请你收着。这怎么好呢？明天好吃。另外我还买了香蕉，你到我屋里来一道吃吧。花没开，没有什么香味儿。你请坐。我们本来住在一处。你何必这样客气呢？我并不客气啊，可你每天当我回来的时候总算起来让我却觉得对不起得很。哪里哪里。你何以待在家里不出去找点事情做？我原本是这样想的，可是找来找去总找不到事情。你有朋友吗？朋友倒是有，可是见我现在这个样子都不愿意和我来往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回家？你也是同我一样的吗？你一天要做几个钟头的工啊？一天要做十个钟头的工，少做一点钟就要扣钱。扣多少钱？每月9块钱，3块钱十天，3分大洋一个钟头。饭钱多少？4块钱一个月。这样算下来，每月一个钟头你都不休息，除去饭钱，可以省下钱。那够你付房钱买衣服的吗？
哪里够？厂里的管理人又非常恨我们那工厂。天晚了，你该休息了。我劝你顶好还是不吃了，就吃也不要吃我们工厂的烟，我就恨死他们。啊，好好。哎，你知道我姓什么吗？我知道。你叫二妹，我姓陈，你就叫我二妹吧。好。我父亲就是纸烟厂的老工人，去年死了。楼下的房东是个好人，我父亲的后事都是由他操办的，要不是他这样，我也不会常住在这，照样去纸烟厂上工。工厂的一个姓李的管理人很坏，知道我孤苦一人，就天天想戏弄我。给点钱吧，给点钱吧。文博，德生，文博，文博。我真没想到在这儿能碰到你。是啊，我到处打听你的住处。咱们从日本名古屋一别得有四年了。四年了。对，走啊，吃饭。哎，看来你的肺病好了，恢复了健康，不然我怎么回来上海买东西准备结婚呢？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，一半是为了老人高兴。人我也见过，是世家之女，我们也算是高攀了。哎，还是逃不出时代的命运呢。后裔都干你的。哼，阿里嘎伊嘛，还有你可挂酒呢了噻。哎啊，我这身衣服怎么能去这种地方呢？那有什么呀，狗眼看人低，我受不了这眼色，走，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。哎，走，哎，走吧，文普，你，嗯，行，来吃，嗯，多吃点，好。嗯，文普，嗯，你何必在此孤独而居呢？你应该回家去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是对旧式婚姻的反抗。如果你们双方都痛苦，又没有生孩子，那何不就……我们家的风俗你还不知道，离婚是千难万难的事，我痛恨这牢不可破的习俗，可是我又没有勇气去冲破它。木发松万顷兰竹，潇潇雨歇。壮怀激烈，三十。
工人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过得更好一些，起码在心情上。你呀，你要克服那种孤独忧伤的毛病。来，喝酒，喝。吃着吃，来来来，嗯，真不错，嗯，来来喝。你还吃烟吗？吃的。哎，你觉得这烟盒怎么样？啊，是那位患肺痨的日本少女，叫真美优子。哎，对对，是真美优子送给你的吧？啊，她已经不在人世了，我留着反而倒添我的伤感，还是请你替我永久的保存吧。嗨，还提她干什么？你的喜庆日子不是快到了吗？哎，拿酒来，来喽，来两壶。我结婚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到翁家山住酒。什么日子？旧历9月16。我一定去。你这是留着换季用吧。下个月要出我一本小说集，会有一笔稿酬的。到时候你送我一套不就行了？来，喝了，来。二妹，二妹，二妹，快起来吧，不然要迟到了。我做了一夜的梦，没睡好。这一间？不不不，这一间。啊，对对，哎，好的。这位先生，您这身衣服多合适，就像给你自己定做的一样。烫，给你烧烧化烟。哇，好
热。我们。哎。放风筝。这两瓶酒送给你了，于先生，太感谢您了。等会儿啊，做一个菜，咱俩喝两盅。不了，我在馆子里吃过了。二妹，二妹。二妹，你今天为什么回来的这样迟？厂里因为销路大了，要我们做夜班，工钱是增加了，不过人太累了。哎，来来来，咱们一块儿吃点东西。你有什么话要说？我早就想问你了。这几天晚上，你都在外边，是不是跟坏人做伙友？你何苦要吃这么好的东西，穿这么好的衣服？你可知道这事情是靠不住的。万一被人抓住了，你还有什么面目做人？过去的事情不必去说他，以后啊，我替你改过吧。就拿你吃烟来说吧，每天如果坚决不吃，岂不是省几个铜板？早就劝你不要吃了，我恨死我们那个厂，那总是不听。哎呦，新期的龙井，谢谢。于先生啊，实在是对不起，这险物把大事给挂了。下午3点多钟，邮差送来挂号信，说里边有汇款，让你带着张印到邮局去取呀。哦，好的。看样子你是不是已经取了汇款才买了新衣服？不不不，不是不是，我呀、遇见多年不见在日本的老同学，又是同乡，他给了我一些钱。
我早就说过，你会发迹的。我每天夜里为了写文章，常到外面去散步，使头脑清醒一些，以利思考。我错怪你了，错怪你了，请你不要多心，我本来就没有歹意的。我看你整夜不回来，我就闲到邪路上去，你若能好好的用功，岂不是很好吗？二妹，我答应你，从今天起把纸烟戒掉。该休息了。叶子章，你来了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哎，把它拴上，拴紧一点啊。哎哎，好，对，好嘞，就那草垫那儿。哎，好好好。门是他锁的，钥匙在这儿。于先生接到家里派来的电报，说老母亲病危，他急着就回去了。他还回来吗？没说呀，他书还在这儿。这给你了。哟，那多谢你。我的母亲虽然脾气古怪，我还是爱她的。她更爱这不争气的儿子。倘若她老人家去世了，这个家谁来支撑？我不爱，但又可怜的妻子将做如何处置呢？
妈呢？妈，你小子回来呀、啊！我怕是死了，烂在床上，真没有人来收拾了。我不是赶紧着回来了吗？你何必这样吓我呢？我要是不打这份电报，你能回来吗？你总算还有点良心。你走了就是8年，让我们女人家支撑着。我一想到你这，哟，大少爷回来了。陈妈，哎，您还好吗？哎，还好。陈妈，哎，赶快准备晚饭去吧。哎。这是你喜欢吃的。好了好了，这条狗在我们家10几年了，它从来就没离开过。我自认您这个没出息的儿子不如大黄狗，对那万恶的社会都不敢吠叫几声。你这副可怜相装给谁看呢？你是想告诉你男人婆婆在家虐待你了？妈，不是。那你为什么不坐下来陪他吃饭呢？这门亲事你父亲本是不同意的，为的是让你专心读书。你父亲死了以后，许家一再的托人来提亲，我才不得不答应，这能怨我吗？刚完婚的那头2个月，好像也没显出什么合不来的。后来你一下子就去了东洋了，一去就是4年，那也罢了。可你回到上海，怎么就不知道回家呢？那不是在找事情做吗？自己混不出点样子来，也无脸回家。你那是哄我的话。知道你的真心思。
你要是不喜欢他，我给你娶个妾，行不行？我一个都应付不了，还要坑害第二个吗？花儿，你要是身子有病，得赶紧治啊！妈，您想到哪儿去了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一个我都无力供养，还用不着你来供养，祖上的这点产业就可以养他们一辈子。作为男子汉，我怎么有脸见人呢？你总不能断绝了余家的香火后代呀！你总是后代后代，连我们这一代都很难生存下去了。谁让你非要到外面混呢？家里有你吃有你喝，这样大的屋子就放不下你了。跟您啊，说不清楚。那份电报是李米发的，是妈让我做的。他让你死你也死啊？嗯。你就是受这些书的毒害，你就是顺从顺从，一点反抗都没有。反抗反抗，你懂得吗？你说呀，你说呀。我八年不回，就是对这包办婚姻的反抗，对这些旧礼教的反抗。这原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我的错。作孽的是你的父母和我的母亲。你的柔顺使我厌恶，和你的瘦弱又使我同情。我可怜你，可是我呢，在社会上我也是个怯弱的受难者，可在这间屋子里我却成了暴君。在社会上受的欺凌也只能向你发泄，你为他们做了牺牲。也打不出个屁来，是谁替他在书房里铺上床了？是少爷让陈妈铺的。连个男人都笼络不住，娶你来干什么了？娶了你还不是为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吗？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你才好。妈，那张床是我让铺设的，因为我要写文章，要熬夜的。你什么时辰困了，什么时辰进房就是了，用不着分屋。陈妈，哎，你把少爷的铺盖搬上去。哎。在家里连这点自由都没有。
这是姓驴的服装吗？是的。你是？啊，我是从翁家山来的。你们家少爷在吗？啊，我就是。是我家翁大少爷给您的。你把围巾给我找来。我肚子有点饿。妈，他饿了，要点炒米。你拿吧。他在干什么呢？看书呢。嗯。文普是个知书达理的人，只要你待他好，讨他喜欢，他会住下来的。嗯。你还是跟妈说一声吧。说什么？我知道你不会回来了，你不对妈说，我又要挨骂了。你为什么要受这样的罪？可以回娘家去吗？那我还是闷脸活在世上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好像来过。这就是有名的满觉陇。满觉陇？那桂花树呢？你看，这两边不都是吗？咽峡洞到了，再往上走就是翁家山。你们家翁大少爷在哪个学校教书啊？在叶公祠小学啊，做校长。离家很近。嗯。于先生，
大少爷关照过，你一到就让我马上告诉他。去吧。好香啊。你是于先生吧？哎，你怎么认识我的？你在日本与我哥哥拍的照片，我是常见的。哦，你叫莲，是吧？那是我的小名儿。快进吧。啊，好的。我来。哦，很重的。没关系。妈，于先生来了。哦，于先生来了。伯母。泽生天天念叨你，就怕你不来。是啊，他要是看见你来了，他要高兴地跳起来。莲儿，快去给于先生沏碗茶来。哎，文普，泽生，文普，我还怕你不来呢。哪能呢？从上海到家几天了？两三天。伯母身体如何呀？我真有些怀疑，你是不是参加了我们家的阴谋策划？没有，我只是告知他们你在上海的通信地址，这就清楚了。嘿，我说我在上海的新地址，家里头怎么会知道呢？啊，走，伯母思儿心切，我的婚期已到，这倒是一举两得呀。坐，请坐吧。坐。好的。请吧。多谢。这位是我的妹妹，她的事情你大约是晓得的。嗨，我们啊可不用你来介绍，我到这里来第一个遇见的就是她。哦，你们倒是有缘呢。莲妹，你猜这位于先生的年纪比我大呢还是比我小？自然是于先生来的老成稳重了，谁像你那样子，总也脱不掉小孩子脾气呢。于先生，请用茶呀。好的，喝。这茶叶是我们自己制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并不是在看茶叶，只是觉得这触鼻的桂花香气实在可爱得很。桂花嘛，这茶叶里呢还是第一次开的早桂，现在开的迟桂花才有香味儿呢。因为开的迟，所以日子也经得久。是的，是的。我一路上过来，在以桂花著名的满觉陇里，倒闻不着桂花的香气。我家院中也有一棵，可我这次回来，连一点香气也没有闻见。大概是跟你的心境有关吧。你太违心了。哎呀，可是这次到了你们这里，却如同做梦似的。所闻系的，竟是这浓艳的气味。我，你怎么样？なんだか西洋語そそられるような可愛いだ。于先生说呀，他一闻到香味儿就想起了淑女。好，那你们谈吧。妈，今天烧什么菜啊？赶快蒸螃蟹，哎，好让他们喝酒。再做一个虾，虾都收拾好了。那好，做一个鱼。再烧一个青菜，行，有现存的鸡汤热一热。好。是天生活泼的性格，也不知怎么搞的，近来他有些发愁的样子。大概是因为哥哥讨了嫂子，就不好寄住在娘家了。你来的正好，顺便明天可以劝劝他。
我明天要忙着接灯彩、接嫁妆，怕他看了又要想到自己的身世。我想啊，明天一早就叫你陪他去玩去，省得他一个人在家里暗中受苦。好极了，明天呀，我就陪他出去玩一整天。那可不对，要是你陪他去玩，那就露出了马迹，越加使他难看了。非要装作是你要他去陪才行。什么事情谈得这样起劲啊？连灯都忘记点了。我来点。伯母，我来。慢点啊。吃饭之前要不要喝点酒啊？啊，妈，你以为他也是痨病鬼吗？于先生是以喝酒出名的。啊，那好啊。今天挑来的两坛酒不晓得好不好，于先生尝尝看。好好，幸而是酒啊，请于先生尝尝心倒还不要紧，要是新娘子那可使不得。呸，你看看这个孩子说话总是这样不正经。他呀明天要当新郎了，所以啊在高兴啊。哎，不用抬了，一会儿就吃饭了。你们在日本能吃到螃蟹吗？能吃到，那是海里产的，对，味儿很大。没错，有锅盖这么大。哎，文博，你不记得咱们在福冈那天晚上，咱们五个同学喝了两瓶清酒，就吃了一只大螃蟹？怎么能忘了呢？泽生那个时候啊，最调皮，有位同学刚刚剃了光头，他把螃蟹盖往人脑袋上一扣。带上正合适。我说啊，以后再下雨你出门可就不用带伞喽。那样走出去成什么样子了？老于，老翁啊，五云山我还没有去玩过，明天你可不可以陪我去玩一趟？那哪行啊，到了结婚的前一天，这新郎官哪里走得开呢？还是改天再去吧，等新娘来了以后让新郎新娘抬着你去烧香，你还不迟吗？哎，不行不行，我可等不及了，我看我还是一个人去吧。你认得路吗？哎呦，你们这种乡间僻路我哪里会认得呢？哎，那可怎么办？莲妹，你怎么样？你是个女豪杰，又能走路，地理又熟悉，你替我陪于先生去，怎么样？我，好的，莲儿，还是你陪于先生去吧，明天你大哥肯定是走不开的。五云山可着实不近，你走得动吗？回头走到半路要我背你，那可是办不到。哼，别说是五云山，就是老东岳我也能走两个来回呢，到时候说不定你走不动了还让我来背你呢。那好啊。先等一下，伯母。走山路的时候用它称呼称呼，力气要省得多。多谢伯母。我们走吧。走吧。哪来的香味儿？哎，你过来看，这些桂花开的迟，要开到九月底呢，越迟它就越香，
你看，这些小黄点儿还是些含苞待放的花蕾呢，多纯洁啊。你还是少女的情怀。妹妹，嗯，你的事情怎么会这样的急速的变化呢？我哥哥没对你说起过吗？说是说过，只是没见过你的面，印象也就淡漠了。要我讲给你听吗？要是不使你心酸，嗯，我倒是很想知道你的详细的。他家是个大家，人口多，事情繁重，扰得你啊没有一刻安稳的生活，工作操劳倒不以为苦，最难受的是那个凶狠的婆婆和两位尖刻的小姑子。他们常说我妈不准他家早来迎娶，才使他们的哥哥染上了嫖赌的恶习，这已完全成了我的罪过。结婚以后，新郎的恶习仍旧改不过来，反而在城里旧情人家里常住了。婆婆说我不会侍奉男人，不会哄，不会劝，连个男人都笼络不住，娶你来干什么了？娶了你还不是为了生儿育女、传宗接代吗？哎，你是不是不愿意听这些家务事啊？哦，不是，我是联想我自己的家，我很愿意听你说下去。我公公是个有知识的人，有的时候他实在看不下去，就替我申辩两句，说句公道话，那可就不得了了，我的婆婆就尖着喉咙骂到公公的脸上去，你这个老东西，你还要不要脸，你想爬回来怎么的？唉，他们的儿子由于生活放荡，前年夏天就染上疾病死掉了，于是我又多了一个克父的罪名。后来我就同婆婆和两个小姑子吵了一架，我就搬回娘家来了，我就是死我也不想再见到他们。还不至于吧？哎，我真看不出，在你天真活泼的性格中，还有这么大的冲击力。你今年几岁了？28岁。真看不出。女人不生育是不大会老的。对于你哥哥这一回的结婚，你有点什么感触啊？也没什么，不过以后常住在娘家似乎有点对不起大哥大嫂。你在一声不响的想什么呢？嗯，你究竟在想什么？
我在想你。是在想我和庚晓同住的事儿吗？我自己倒没有并为此事发愁，你却为我……不不不，我没你想的那么高尚。我说出来，你能原谅我吗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能敞开心扉，向我吐出真情呢？你怎么不说呀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对于一个纯真洁白的女子而加以玷污，是不可赦免的罪恶。我刚才的一心邪念，几乎使我犯下了大罪。是你那颗纯洁的心，才救我出了这一个险。不过，我虽则犯罪的行迹没有，可我的心却已经犯了罪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？你为什么要忏悔呢？我也同你一样，处在尴尬的境界，比你的处境更严重。可我却是个懦夫，在家庭中，我是个怯弱者，是社会上的怯弱者，是时代的懦夫。你是个勇敢的女子，我相信你能够摆脱困境的。我们将永久的结作最纯洁的兄妹，啊！好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快走吧，赶到五云山去吃午饭啊。以后怎么叫你啊？你叫泽生什么？你就叫我什么好了。大哥，大哥。哎。大哥。哎。大哥。哎。手帕都掉了。当心别摔倒。那就是北京足。哪有一百斤吗？彩服三面前是不能短斤去两的。那个高的是什么？那是高香。就是烧高香的那个高香。泽生交给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。什么任务啊？他让我对你说，除非你再嫁，你可以一辈子住在家里，并有对分财产的权利。他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过，我是信得过他的。可是，嫂子又是怎样的人呢？这一点我倒没有替你想过。不过我听泽生说，他倒是个知书识礼的人，绝对不会像你婆婆家那几位女性。醋包子好了。
我来。我想通了。嗯。有两条道可走，一条是到城里去做纺织工，一条，求菩萨，到这里来当和尚。哦，不不不，女的只能当尼姑。哎，你可以去燕公祠小学当教员啊，泽生是校长，他有权利。正是因为校长是我哥哥，我才不能与人家争夺这个位置呢。现在学校倒是缺少女校医，到时候我就去做。泽生不会同意的，你这不是丢他的面子？一个哥哥的面子丢了，还有一个哥哥呢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他们花钱买下的放生竹，可以随意刻写。多少钱？一块钱一根。哎，我们也买两只竹放放生吧。要两只。两根竹子上写什么名字好啊？当然是一只写你，一只写我的了。不好不好，写名字不好，两个人分开了写也不好。哎，你看这两根竹子多好啊。那写什么呢？只叫把今天的事情写上去就对了。四正手杖呢？哟，那只手杖啊，做了我的祭礼了。做了你的祭礼？啊，什么祭礼啊？我们在狮子峰下拜过天地。我已经和你妹妹结成兄妹了。那只手杖啊，大约，哦，是忘在那个岩石的旁边了。啊？连妹。你们真好啊！啊，我们还没有拜堂，可你却和老于在狮子峰拜过天地了，还把我的手杖做了你们的祭礼。妈，你说该怎么罚罚他们？好好好，我认罚，我认罚啊！认罚！快点灯来。阿福，哎，你夜里来看看，要喝茶什么的。好嘞。
你们是夫妻吗？不，我们是兄妹。你在撒谎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你是云先生吗？你不认识我啦？我是陈二妹啊。你不是陈二妹，你不是陈二妹，你不是，你不是陈二妹。文婆，啊，你还在游荡呢？你女人都病危了。啊！我不饿，你今天早上就没有吃啊？嗨，昨天晚上的酒菜到现在还没有消化呢，留着肚子晚上吃喜酒了。有请新郎，老太太，请上座。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鞠躬。请来宾讲话。于先生讲话。今天这个中西合璧的结婚典礼很有意义，我也没有什么新鲜的词好讲。泽生前天对我说过，桂花开得越迟越好，因为开得迟，所以日子就经得久。现在两位的结婚比较起平常的结婚年龄来，似乎是觉得大了一点，但是结婚结得迟，日子也一定经得久。祝愿他们白头偕老。Oh.
莲妹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一没事情做，就感到无聊。那你可以到楼下去，看看热闹也好啊。你能不知道宝玉的寡嫂李纨为什么不去宝玉结婚的喜堂吗？嗨，那是什么时代？现在还有那些旧习俗吗？啊！我不愿意别人说闲话。那就跟我走，到外面去赏月。走。还记得张继的那首《枫桥夜泊》吗？记得。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，苏州城外寒山寺。是姑苏。苏州和姑苏不是一回事吗？好好好好，你接着吟下去。夜半钟声到客船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夜半兄妹等轮船。你比张继还强啊。你把于先生这封信送到他府上去，你就去吧。哎，德生，文博，你在上海一注定就给我来信啊。放心吧。这样的称呼就不能改变了吗？难道这个时代就不能改变了吗？本屋有阁楼两间，每月房租里间四元，外间三元，如两间同租，每月六元。是来看房子的吗？二妹，是我，于文普。于先生，老太太。没有事。哦，快进来。你要搬家了？那为什么？还是到楼上去坐吧。哎，这不是我的书吗？怎么不是呢？张大伯怕和那些废品混了，就放到楼上来，让我保存着。李先生，坐。二妹，你为什么不上班了？我被解雇了。为什么？还不是那个姓李的坏蛋，他对我动手动脚的，还强搂着我。我就咬了他一口才逃开的。他还在老板那里说我手脚不干净，
曾偷烟在猪场，我是永远无出身的人。二妹，不要哭，你跟我说清楚，也许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。我几次想逃黄浦江，都是因为有人岔开了。是房东要赶你走吗？不是，张大伯是个好人，他还让我同他一块吃饭，是我自己要搬的。那你要搬到哪儿去呢？没有地方可去，只能回老家。老家还有人吗？有一件事情，你愿意去做吗？离杭州不远的地方，我刚从那里回来。燕公祠小学需用一个女校医，你愿意去做吗？我愿意，不管钱多少都行。那就好办了。校长是我的老同学，我马上写信给他。先拿着，给张老伯付房租，暂时住在这里。等那边回了信，我送你到杭州去啊！不行，雨先生，我不能要你的钱，不行。拿着。雨先生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今世无力报答，来世要报答你的大恩。于先生，你还有什么嘱咐的吗？希望你在劳动之余多识一些字，看一点书。我一定这么做。快上船吧。嗯。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大哥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来有什么事吗？啊，这是我哥哥给你的信，写的什么我可没看啊。我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你的。我那位新嫂子是个很厉害的人，我不愿因为我使他们新婚夫妇不和，我才决定离开翁家山到上海找点工作。啊，我绝不会牵累你的，我会自己去活动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我这个当哥哥的可有责任帮助你啊。大哥你真好。给你们加一床被子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她是我的妹妹。哎呦，怪我怪我，都是我给弄错了，您可千万别见怪啊。哎，等一等，请你给我的妹妹单开一个房间。空房间是没有了。不要紧的，我到附近再找客栈，大哥你就不用费心了。床位倒是有一个，就是小姐您得跟别人合住。行，有个伴才好呢。那就行了，您就跟我来吧。哎哎，我来我来，走。大哥的姓名说了些什么？很简单，说你呀、心情不好，同意你到上海来散散心，然后送你回家。既然来了，我就自由了。你们要再有什么事情就招呼我一下。啊，
你要是去用钱，我这儿有。不用，我的小说集就要出版了，到时候可以得一大笔稿酬。哇，那你成富翁了。哎，历代文人皆穷儒啊。我们已经见过面了。刚才真对不起。啊，这是我妹妹，以后请你多照顾。我看她也是个能干的人，挺讨人喜欢的。是来上海玩玩的吧？不是的，我是来找工作的。你是？我也是来找工作的。这不，我每天都在翻看报上的招聘启事。好多工厂不是都需要工人吗？你要当工人？这上面倒是有许多招工启事。你怎么称呼？啊，我叫翁莲，家里人都叫我莲儿。哎，你呢？我叫张云梅，你就叫我张姐好了。你是我大姐。姐姐比哥哥更好，好交心，好谈我们女人的事儿，不像我那个哥哥总和我有一种隔阂。行了，有了你这个姐姐，我这个当哥哥的就可以减轻负担了。早就劝你不要吃了，你总是不听。我真是一个没有恒心的人，说戒了又抽上了。这里有个女客户叫张一梅吗？住几号房间？哦，她今天刚走，已经接了账了。您看，楼上30。你要撒谎，你就犯了窝藏革命党的罪。不敢不敢，不信你去检查。走，快点快点，快点快点。车站码头追捕，走。是。大哥，我跟大姐走了，后会有期。时代会变的，我们称呼也会变的。你不是说桂花开得越迟越好吗？莲儿匆匆。于先生，我们都是老主顾了。对，我就实对你说吧，你的手稿最后经上方审阅不同意出版，我们很抱歉。不出版的原因是什么？认为书中有些隐藏的内涵。什么内涵？对当今政府有不满之意，有鼓动革命之嫌。你所说的上峰是谁？这你就不必问了，当然是上届的长官了。交还给于先生。谢谢。石主任，您能告诉我有哪些地方不妥，我可以修改。对不起，我也不清楚。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就不陪你了。石主任，石主任，原稿中有许多缺陷，是怎么回事？啊，大概就是那些不妥之处吧。啊，怎么能这样呢？简直是太岂有此理了！